15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共同生活20-30天，你一定有你一开始特别喜欢的人，然后你会有一开始你并没有在意的人，然后慢慢发现你很喜欢他。这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生活的最基本的场景。Hello， 大家好，我是桃花坞的坞民王鹤棣，哈哈，没想到我现在已经升级为老坞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桃花坞的坞民孟子义。大家好，我是桃花坞坞民李雪琴。大家好，我是小辣李佳琪。这里是桃花坞上方最温暖的声音，我是你们最最熟悉的 DJ 汪苏龙。大家好，我是王传君。我心中的桃花坞是和志趣相同的人共事，和思维同频的人生活，和互相喜欢的朋友待在一起。桃花坞两季都是由我被吊打开场，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每一次杀青的时候我和剧组所有人的恋恋不舍。听说第三季会去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有更厉害的玩法，尝试更多新鲜的事儿。不过现在要保密，能实现多少愿望就要仰仗各位品牌朋友们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碰到被 push 的情况，我觉得我还是会说 no。 桃花坞第三季新的奇妙旅程即将开启，作为650的台长，我想借此机会给650找我上。桃花坞第三季继续向美好快乐的理想生活一起出发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多多 pick 我们。桃花坞第三季，期待你们一起见证美好，等你哦。